新阳区得到109年度台南市清净家园评比组来第一名。为着要将这个好消息分享给所有的居民，区长魏文贵今日上午邀请到里长，伫区公所的门口打红纸，随后嘛亲身扎着绷带，到即届得奖的功臣高雅丽来恭喜。咱高雅丽长啊所带领咱的团队，会当为着咱新阳。也当争取最高的荣誉了哈，专区第一名哈，这个是相当的不简单。那区长与有荣焉，那特别还是代表市长跟我们姑爷，我们所有的志工跟里长代表感谢之意，谢谢。高雅里的里长王月孙表示，历来志工拢是自发性来到三工，其中年纪上大已经88岁，伊笑讲因这团是沉睡团，即个有机会来参加比赛，搁得到第一名，伊是非常的欢喜。阮即里也做千岁团呐，伫古钓的边啊，即位吼啊，已经88岁啊，吼。伫我的左手边即位阿桑已经86啊，即78岁，拢总是侪岁啦。啊，会当吼来参加即回的活动就对啊，大家拢非常的尽心尽力啊，大家里面嘛非常的配合啦。个人我有家己讲，心里想要来做这义工安尼啦，吼啊，大家做这义。义工队哦，大家也做团结咧做安尼，我啊真正欢喜安尼。做食到这回啊吼，啊来做志工哦，足欢喜的。哦，安尼一日啊来吼，阮这里长拢足疼痛的。啊，迄落吼，安尼做安尼，大家志工拢做伙，足欢喜吼。区长表示，这志工会当全年透冬持续来维护高压力的环境，真正无简单。有因的拍拼，才有法度得到这个奖。公司嘛感觉非常荣幸，甲感谢。南台新闻王一德，新芽采访报道。